可以喝吗？啊，你知道什么吗？有重量级的，扳手级，重量级很轻松，也很爽快，有震慑效果，不会走迷路的路。没有，我要你要请一个医生，专治的治疗，现在是进来的，强根，啊，我感觉我要你的生命，我上次做过这样，他中气没有，然后我好不好意思，上次那晚上他中气没有平静，鬼脸脸上脚膝盖上都烂了，好起来，对不对？中气能不能扯到他？哦，我是常拽的中气，你扯的好吧？真的，我以前。别动我用力就他一直在打我的东西，就他一直在打我的东西，就是很爽。